是生了真水，佫真了真差，窈窕美丽，性感迷人，啊，是人传说中的冻龄美魔女啊！你好啦，我是议员侯三林，登记第二号的蔡韵如，万里看行。我是什么人？请问你是什么人啊？咱换一个所在，我跟你自我介绍。刚开始自我介绍啊，讲看卖啊，你要安怎跟我斗三工？我要选到议员，参加议员补选，连我是谁都唔知影。我叫做杜巴拉，人拢叫我议会小辣椒。哦，你就是杜议员，那恁恁以后就是同事啊嘞，请你多多指教。董事哦，我以为哪有你这种阿桑啊？哼！身为一个政治人物，可以没有能力、没有资历，可是不可以长得丑。你看那个头毛，啊，跟那爆花边的豆腐渣工程，啊，红太一过哦，都当到西歪。啊，你看你的妆啊！那规面哦，拢浮起来呢，啊，美术店啊，讲无铺好同款啊，啊，落雨落规暗哦，迄计灯光规面拢起粒啊，迄叫做膨米胖。啊，搁有啊，看你的穿啥，根本就是经费不足的年度预算，真正有够当酸的啊！啊，你是要去公园跳土风舞哦？啊，你嘛敢出来跟人算哦？杜议员啊，我伫外面风吹日头拍，甲民众伫咧博感情，啊头毛乱去，啊是脱妆哦，嘛是真正常的代志啊。啊我穿甲遮尔简单，迄代表亲民，我唔知我安尼做对唔对？哼，我看你根本都唔知影选举的美感。选民看袂起你，迄个根本就袂予你机会替因服务。我看你赶紧宣布退选，莫白了工啊！你是凭啥物叫我莫选？凭啥物？安尼啦，咱甲话讲个清楚啦。阮这边人拢超好啊，人讲选举佮呾跋筊，跋筊毋惊出老千，就是惊菜鸟啊。你用用招出来算，阮都爱顶桥啊啦！安尼你听有无？听有啦。啊，不过我同款要算。钱敢讲会通？我无欠钱，你毋免看袂起我。我若是看袂起你，你一仙钱都拢摕袂到。我即摆甲你讲钱，就表示讲我予你面子。你若是搁这么白目，到时阵有人提钱塞你的嘴皮的时阵，你就知影你是有偌欠钱。